西西，快点！老师说你家出事了。爷爷，你不看西西啊？西西啊，爷爷把一生最珍贵的东西留给你，爷爷把它藏在了丛林的深处。你一定要带上你的几个好伙伴，一起来完成这次任务。如果你们要是去的话，我有很好的礼物送给你们哦。什么？1500万？别跑，小蝶。我看二位落魄至此，想给二位找个营生。大哥，你打算是招呼不对人吧？爷一定已经安排好一切，他不会让我有危险的。这就是个游戏而已。哎，谁？谁？你们俩去前面找小丫头，我带这个老东西抄近道。大哥，有重大发现，我们发现了孩子们的东西。给我站住！给我起来！这年头，靠谁不如靠自己。那丑丑不是在你手里吗？丑丑呢？先生，我宣布，吴小胖正式解除合约。小胖，你别怕。我陪你走，咱俩先去驿站补充食物，然后我们就离开这儿。小妹妹，送我的狼啊，送到了大门洞。你能不能把你的嘴闭上？累死我了。哎，驿站，啊，咱们这是到驿站了。哎，是啊，饿死我了，我进去了。哎，小妹，小妹，小妹，回来。来了，有动了。要是里面有野兽怎么办？咱俩先观察观察。不可能，我饿死了，我肚子都空了。哎，小妹。别哭了，西西，会找到的。别灰心，我们继续找。丑丑，丑丑，你俩是刚才那俩行了行二吧？丑，小胖子，你挺聪明啊。你俩玩游戏真够专业的，西西爷爷的钱，肯定物超所值啊！来，快给我弄点吃的去，我饿了。哎呀，小胖子啊，小胖子，我刚才还以为你真聪明了，你当俺俩这玩火野求生呢？哎呀，绑架，俺们是最专业的。给我弄点吃的，我的肚子都饿得咕咕叫了。你在跟哪儿玩呢？啊！你给我老实交代，女孩在哪儿？宝贝在哪儿？你俩真不是玩了？废话。啊，好吧。救命啊！别哭！哎，让他喊，让他喊。这荒郊野岭的，谁会来救他？要是他能把那几个小兔崽子招来，正好一块绑了。松开。你回来干嘛？小猫被绑架了。不是，别开玩笑。想回到队伍里来，也不用撒这种无稽的谎吧？真的，我说的都是真的。我是爱吹牛讲大道理，可是我从来不撒谎。那两个坏人一直逼问你爷爷的宝藏在哪儿，还说要用小胖把咱们都引过去，一起绑了。不可能，
爷怎么会让我有危险啊？西西，陈博士他不会撒谎，再好好想想。我怎么知道啊？爷就是让我来找宝藏，没别的呀。现在咱们的手机都有信号，咱们怎么办啊？现在走出这片山林去找人也来不及了，咱们得赶快救出小胖。我才不要呢，沙才把我瞅着弄丢了。你看，我就说我们不应该帮他吧。可我也找我的瞅瞅。西西，现在你还任性吗？这次我不会由着你了，你在这儿吧。陈博士，咱们走。哎，胖子，小胖子，你说不说？不说。小胖子，我是说了呢，我这各种好吃的。有好吃的，我也不能出卖朋友吧？嘴还挺硬，我给他上点手段。这么着，哥，我挠他脚心，小孩就怕挠脚心，行不行？我要是再听你馊主意，那我就真成棒子。那你说嘛，哥？看我吧。哥，你拿他干啥呀？你没看新闻呐？用这个芥末挤在小孩嘴里，小孩就什么都说了。哥，我觉得别这样，我觉得这不是人干的事。你到底是哪一伙的？我跟你一伙的，哥。哥，不，我平时都听你的。滚开！哥，哎，哥，这回你听我的，挠他脚心，好不好？哥，咱。不能小要他妈咱挠脚心。别动啊！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啊！啊，你说不说？不说。不说好。你说不说？别看了。小丫头片子在哪儿？啊？说。我也不说。说不说？你说。我怎么感觉他们跟闹着玩似的？他们真的是坏人吗？你听，哎，老大，放心吧，我们现在已经抓住一个孩子，等那些孩子都来救他的时候，我们就一起抓大人。我说的是真的吧？那怎么办？我们根本就斗不过大人。有了，我们来一个将计就计加引蛇出洞，什么意思？说。小丫头片子在哪儿？啊！我怕，我真的害怕。西西，你看平时那么贪吃的小胖，明明那么饿，在美食面前都没有出卖咱们，还能忍受着男脚心，真是条汉子。一会儿说不定坏人还会为他吃芥末呢。按计划，剩下的交给我和小高。加油，西西，加油！小丫头片子在哪儿？啊？说，滚开吧！都说了用芥末，你这费劲劲儿。住手！西西，小丫头片子。自己送上门来了，今天。咱们来个瓮中捉鳖啊！哎呀，你真是 ！Hello！ 琪琪！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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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
不接，快快快点！哥，哥，眼睛不行了，哥，眼睛，眼睛不行了，行不行？眼注意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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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别跑！站住！这有个山洞，咱们进去躲躲吧。哦，咱们走。我肯定钻，小孩肯定也这么讲。进去看看。是，我们确实不能走了，我们走不过他们的。那怎么办？我们总不能等着被抓吧？我们得想个办法甩开他们。什么办法？我有办法了，西西、侠客，拿出你们背包里的一样东西。给博士。给。陈博士，你这样不是让我们等着被抓吗？嘘，他们来了，咱们先赌一把。哥，我在这儿，不是他在这儿。一惊一乍的，要疯啊你！你看，二，你听说过一句话没？世界上越是最危险的地方，越是最安全的。他们既然在这儿写成我在这儿，那反过来说就是他们就是在这儿。哎，我还没说完呢。说，他们这么小的小孩有这个逆向思维吗？给我蒙了。蒙了就对了。估计没在这边跟不懂。只有你的，
你是怎么知道他们不会按照箭头的方向走的？这个在心理学上叫心理逆反法，是指人在思考的过程中放弃自身局限，先探究对方的思想，然后反对方的思路行事也。博士，你太厉害了。不过现在那条路我们也不能走了，现在怎么办？我感觉这个洞口里面有风吹出来，应该不是一条死路。我们进去看看吧。哎，你看，晴朗亮空，咱们赶紧走吧。真吓死了！小黑，咱们终于走出这个黑暗的山洞了。是，谢谢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那两个坏人为什么要抓咱们呀？我不知道，我也是一头雾水。这里应该很安全，我们就在这里休息一下吧。唉，贝洛躲避那两个坏蛋，我们脱离了正规路线，恐怕我们是迷路了。对啊，这里根本就没有爷爷的指示牌。那我们会不会困死在这里啊？怎么办啊？我真不该来，更不该把你们也带进来。这么大的森林，怎么可能绕得出去嘛，对吧？我们会不会死在这儿啊？我还不想死呢，陈博士，你快想想办法吧，快点啊！大家先冷静一下，不要着急，只要我们大方向是对的，最后应该能找到路。这里依旧没有信号，根据探险图提示，我们到达木屋的方向是对的，只不过我们绕了远路。小兔崽子，原来你们在这儿呢！这几个小兔崽子在十里旁的小溪边，你们赶快给我过来，给我追！你们看，那是什么东西啊？我以前在电视上见过，那好像是拍摄用的飞行器。不好，我们被监控了，我们不能再在这儿待着了。赶紧走，走。我们甩掉那个东西没有？好像看不见了。咱们得保持警惕。不好，他们追上来了，前面有片芦苇荡，咱们快藏进去。好，走。干嘛呢？小兔崽子别跑！站住！你给我站住！他们追上来了！小兔崽子，别跑！大哥，不行了，不行，跑不动了。打地鼠游戏大家都玩过吧？玩过。但这次，我们是地鼠，
大家四散开。吓唬兔崽子跑哪儿去了？人呢？出来！出来！去那边看看儿子，快点！哎，小兔崽子出来，我逮着你们，我弄死你们。小兔崽子，待会儿抓着我，一定给他们吃解吧！来呀来呀，我在这儿，抓我呀！你别动，我。擒贼先擒王，王在哪儿？你就拿这个绷着我是不是？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我帮你一下，疼不疼？看看。你手来，不许回头。哥，他们好像报警了。得了吧，估计又在骗咱们。你回头，让我开枪了。我觉得好像是真的。你干什么？你全不说话。现在所说的一切都将成为呈堂证供。词儿都对。我有经验，投降吧。江一科，还早，随风飘扬。咋又跳上这个了？我跳不对吗？跳个屁呀！又被骗了。我对呀，瞅啥呢？哎呀！你赶紧追啊！挣钱了，哥给你盖房娶媳妇。真的？快点！二子呀，等咱们干完这笔买卖发财了，你准备干点啥？哥，我今天一定给你娶个弟妹。滚犊子，就知道娶媳妇儿。能不能有点出息？可是咱们脚被拴着了，怎么走啊？大爷听我指令，转身。然后再去。就知道主意，能不能有点别的主意？哎，走，跑的还挺齐。对。
笑啥呢？累累出来，哎呀，玩玩的还挺好，你们自己停还是我伴你们？啊？不停，不停是吧？不停就别怪我了。这林子也太密了，是啥玩意儿看不见呀？啊，这俩笨蛋跑哪儿去了？你们两个笨蛋到底跑哪儿去了？孩子抓没抓到？抓到了。千万别让孩子跑了啊！咱们在营地那儿集合。你说啥？我听不太清啊。跟我装呢？哎呦，我这可能是要没电了。喂喂喂喂！对不起，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，请稍后再拨。Sorry， 咱谁突然来了？跟我玩黑吃黑是吧？叔叔，我有事要跟你们商量。你说说。我就是想问你们为什么要抓我们？不是，是这样啊。抓你们呢是我的工作，不抓你们呢我就没有钱赚。大人事，你不。如果你把我们放了，可以给你更多的钱。我攒了好多的压岁钱。压岁钱？有多少？你说说我听听。两万。多少？两万。两万，哥，他能给咱们两万，咱把他放了吧。挨着，闭嘴。两万。那一人两万。一人两万，我给他解绳子。你能不能把嘴闭上啊？小丫头，你爷爷那个宝藏可不止四万呢。你要是带我们去找宝藏，我们立马放了。哦，原来你们是想独吞宝藏啊！你们的老大能这么轻易的放过你们吗？我们要是有了这笔宝藏，我就是老大了。哥，咱们这样是不太地道啊。想不想娶媳妇啊？啊，想娶就把嘴闭上。这两个土老帽敢跟我斗，等我抓着你们，看我怎么收拾你们的。下雨了，跟着避一会儿雨吧。走不动了，哥。哥，不是你跟张婶儿吃了那么多了，咋还饿呀？对，这里的蘑菇有的能吃，有的不能吃。那个能吃，我奶奶经常用那个蘑菇给我包饺子吃。那个是红色的，肯定是有毒的。哦，我有办法了。一趟没了，你这一天天净吃了。我好饿呀，我想吃蒸羊羔、掌声鹿眼、烧黄鸭、烧雏鸡、烧子鹅。我这附近啊，有很多美味的蘑菇。干啥？就在这，有很多美味的蘑菇，就这儿。哎呀！
停一下，那个是有毒的，那个红色的能吃的。这个？确定。爸。小胖，没想到你挺坏呀、啊！你当俺们俩傻呀、啊？这个蘑菇才能吃，那个蘑菇是有毒的。这么坏的你这孩子，都是胖子，差距有点大了。都加油！哥，没有火呀、啊？喂，我带了酒精炉，还有锅，可以给你们煮着吃。你们把我放开，快点啊！我跟你说，就放我一个人就行了。到时我给你煮完了，给我吃一个就好了，对吧？好嘞。二儿子你、啊，你脸都是红点儿啊！笑什么？被下毒了，你找个大笨蛋！咱们赶紧走吧，走。哎，等等，把这两个笨蛋也给绑起来。干了，这全干了啊！来啊！牛儿，牛儿，老子把你炖着吃，你要他们走我来滚。干了，这不喝了啊，不行了。老陈，博文怎么还没回来？大哥，这孩子又跑哪儿野去了？
眼看就要天黑了，给李青弄平板一些，咱们就在这儿搭帐篷吧。嗯。1、2、1、2。针叶林的树枝不适合搭帐篷，所以应该多用点阔叶林的树枝才合适。哎呀呀，你又来了，快点干活吧。给我干活，天快黑了。哎呦，坐一会儿。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，是吗？老大爷，可吓死俺俩，还他妈跟我玩黑吃黑。哥，我就跟你说，咱不能不地道。你闭！老大，你误会了。其实俺俩是想把这个宝藏取出来，交到你手里边去啊。哦，那宝藏呢？这不是还没去吗？就吃了这个毒蘑菇了，让他们跑了。你给俺俩解开，俺俩干什么？哎，再动！再动我大哥一下试试。行，我不动你们，我把你们俩留在这儿，给熊瞎子当夜宵。留，夜宵就夜宵。啥呢？哎，别，大哥，哎。俺们错了啊！俺们以后就听你的，你怎么说俺们就怎么干。我算想明白了，就指着你们俩呀，我一辈子也拿不着宝藏。明天咱们一块儿行动。咱们本来就是一根绳上的蚂蚱嘛，是不是？给俺们解下呗。一根绳上的蚂蚱，那不就应该拴着吗？今天天黑了，早点睡。明天一早咱们行动。我觉得他说的一根绳有道理。我白天睡多了，睡不着。你能不能闭嘴呀？什么？小胖没和侠客在一起？哎呦，这学校春游。哎呦，这孩子上哪儿去了？哎呀，儿子，别着急，我再跟老师打听。好，来电话了。哎呦，博文家的电话，快接，快接。喂，博文没在我们家呀。爷，爷，我有点冷，我来叫点柴火。我对不起大家，我总是拖大家的后腿。是，对不起的应该是我。我把炒春弄丢了，还因为贪吃被坏人抓了，拖累了你们。不怪你，炒春不是你故意弄丢的。其实对不起大家的是我。我总觉得我比别人多读了两本书，就比别人厉害多了。他们都说我自命清高，我的确应该反省反省自己。主要怪我肚子太不够争气了。可是我真的很饿呀。我这还有最后一块压缩饼干。谢谢。
小胖，谢谢你，小胖。我想我爷爷了，不知道我爷爷的病好了没有。我也想家了。我奶奶现在肯定做了一大锅子好菜，等我回家呢。我妈妈要是知道我跑来丛林冒险了，她肯定又要打我了。我妈妈也是，如果她知道我这次来是为了看漫画书，绝对在我耳边叨叨两个小时。我都不知道和爸爸妈妈顶嘴。你爸爸妈妈不管你吗？我没有爸爸妈妈，我从小就和爷爷一起生活。其实我还有个秘密没有告诉你。爷爷说，打开宝藏的同时可以知道爸爸妈妈的消息。我真的不在乎爷爷的什么宝藏，但是我很想知道爸爸妈妈到底在哪儿。他们这么多年为什么从来都不陪我，哪怕只是来看我一眼。怪不得你平时都不跟别人玩，总是自己一个人待着。其实你应该是最交朋友的吧，可是没有人愿意跟我一起玩。那以后咱们四个就是朋友了。欢迎加入我们的秘密组织，来，赶紧给西西画上咱们的一个联盟标志。在故事中，我们看到西西与小伙伴们经过与两个笨贼的斗智斗勇，共同携手逃出了瘦猴与二胖的控制。小伙伴们彼此之间也敞开心扉，相互了解，收获了珍贵的友谊。然而现在天色渐晚，丛林大冒险的旅途刚刚过半，三叔带领两个笨贼依旧不放弃对宝藏的追寻。孩子们能否顺利找到宝藏，平安回家呢？敬请期待我们故事的大结局。通过监控排查和相关人员的调查，孩子们肯定是进山去玩了。小丫头片子，原来你在这儿呢。大哥，接下来怎么办？跟我来。一队前方开路，二队通报特警，出发。快看，那个小木屋。西西，你看，这个爷爷给我们准备的第二个。你们好像没人，咱们赶紧进去吧。走。怎么在这儿？昨天一晚上都没回去，三叔急坏了。听江爷爷说你在树林里玩游戏。三叔不放心，过来看看。三叔身上有一个跟他领会的一模一样的绿头巾，我还没。大家一起跑吧，三二一。